今天教你球场上最炫的三种上篮。第一种，麦迪拉杆上篮。首先，先从底线进行突破。当接近防守人时，起跳腾空，并将球高高举起。当对手起跳封盖时，迅速将球收到腹部，随后伸展手臂，从篮筐另一侧进行上篮。第二种，欧文果冻上篮。首先，在起跳时，先将球拉到肩部，随后手臂向内摆动，手腕也跟随向内旋转。第三种，特雷杨一步篮。首先向一侧进行突破，当接近篮下时，单手持球并迈出三步上篮的第一步，随后直接起跳进行上篮。